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踊るポポリピーチ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有藏的茶杯，哦，先生，这东西很值钱的，一时十万日元，这个，请问这个多少钱？一千日元。一千，这个价位的话。哦，这个颜色不错嘛，在别的地方这个价钱可买不到啊。啊，但要一千日元呢，一千日元的茶杯对我来说是不是太奢侈点了呢？这个茶杯手感不错吧，先生？啊，这样的杯子都卖完了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就算你半价吧。啊，卖半价？五百日元就行。五百日元？多谢惠顾。一千日元的茶杯花五百日元就买到了，真划算呐。我说，莫非你是买到了什么好东西了吧？其实花那么点钱是绝对买不到这家东西的。哦，嗯，因为刚才那个老板没眼光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茶杯的真正价值啊。能不能把那件东西拿出来让我仔细看一下呢？好的，请看。这个茶杯应该是室町时代的东西，很值钱的。室町时代的，要是识货的人开价一百万日元也不多。公布价格：个十百千万十万一百万。一百万日元，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呐！怎么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呢？那个人一定是老板的托儿吧？他看起来不像是跟老板一伙的。出什么事了吗，爷爷？哦，丸子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茶杯有可能值一百万日元呢。一百日元？不是一百，是一百万。耶，一百万日元，这个吗？老头子，你还真的相信了？说不定他真的值那么多钱呢。这个怎么可能值一百万日元呢？小孩子是不会懂它的价值的。那大人就懂了吗？啊，丸子说的很有道理。哎，什么叫值一百万日元的茶杯？又不是什么很漂亮的茶杯，好像还很旧的样子，为什么那种东西能值一百万日元呢？其实越旧越有价值的东西还有不少哦，长山同学。比如外国的硬币啦，邮票啦。说到邮票，最近我爷爷给了我很多旧邮票，还说只要保存好，价值就会慢慢的体现出来。真的假的？那要看你收藏的是什么邮票了，如果是珍贵的邮票，价格甚至能翻好几倍呢。那么说不定那个茶杯还真的能值一百万日元呢。哦，哎呦，是英先生啊。是佐佐木先生啊。哎，你好你好。我还不知道呢，原来英先生您对古董有兴趣啊，真是个不错的爱好。不不不。
说到这个，我对这方面就完全不了解了。就拿眼前这两个盘子来说吧，这两个盘子除了大小之外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区别。为什么小的价格反而比大的高呢？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，其实正是了不得的宝贝。哦，仔细看的话，你不觉得这个小的盘子做得更精妙吗？很有光泽，颜色也显得格外协调。哦，被您这么一说，的确是有这种感觉啊。不愧是玩古董的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也没那么厉害。错了，应该这个价。一万日元，是价签放错了。原来是价签放错了呀。那么说，你一定是在佐佐木先生面前很丢脸了。说的是啊，当时禁不住就不懂装懂了。古董什么的，普通人是搞不懂的。你好不容易买的茶杯，还是用它来喝杯好茶吧。啊！你在干什么啊，奶奶？干什么？泡茶？爷爷可以吗？这可是100万日元的茶杯啊！不是的，丸子啊，这个是500日元的茶杯。但是我听长山同学说，有时候又旧又珍贵的东西，价钱说不定会翻好几倍呢。对呀，如果这个茶杯真的值100万的话，那现在用这价值100万的茶杯喝茶，我到底……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不行啊，我还是舍不得用啊。打扰了。这个要5万，这个要3万。啊，这个和我的茶杯一模一样啊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。请问这个茶杯多少钱呢？这个茶杯是室町时代的东西，要30万日元。30万？这个大小的都要30万？那我那个果然……怎么？我这有件东西想请您看一下。我说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翻旧的东西啊，说不定会让我发现什么宝贝呢。我看看，花瓶、烟灰缸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些个破烂1000不值，别再做傻事儿了，快点收拾干净。请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茶杯啊，好亲切呀，我还以为它被扔掉了呢。哎呀，这个茶杯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，在哪儿啊？是丸子出生以后最早用的那个茶杯呀。哦，对呀，他那时候老是用小手摆弄这个茶杯呢。明明有自己的杯子，却撒娇说什么都要这个杯子。我要小鸟鸟，我要小鸟鸟。这是以前喜欢的杯子呀。这是丸子小时候最早使用的茶杯了。刻着丸子成长历史的茶杯呀。啊，难道说我以前的想法完全错了吗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是……怎么了，老头子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刚才我去了趟古董店，想让人家看看这个茶杯值多少钱。结果怎么样啊？这个嘛，我这儿有件东西想请您看一下。是吗？不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万一是赝品的话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不，那个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。我怕万一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是……哎，这个茶杯到底值多少钱就不知道了。无所谓了，东西真正的价值并不是用价格能衡量的，有些不值钱的东西却是真正有价值的，就像丸子小时候用过的这个茶杯。哦，来，帮我倒茶。可以吗？从今以后就在这个茶杯上刻上我的历史吧。来，就请你爽快地倒吧。爷爷，让我来帮你倒吧。你行吗？很烫的哦。我行，我行。好烫啊！
不起，爷爷。没事，再买一个就行了。选哪个茶杯才好呢？啊，那个不错。但是这个要1000日元呢。说不定这个杯子会更有价值呢。咦，想什么呢？又盼着天上掉馅饼了吧？对不起，这个杯子能半价卖给我吗？竟然还讨价还价！不行不行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不能还价。是这样啊。但是爷爷，他说这是好东西。也是啊，打扰了，就要这个杯子了。多谢惠顾。很果断呢。就像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样。我说，莫非？你是买到了什么好东西了吧？这个可是视听时代的东西啊。啊，你不是上次的那个？哎呀，不不不不不不。爷爷，那个人是怎么了？原来那个老人专门戏弄买家，有藏知道自己是被他轻易的耍了。现在只觉得这个1000日元的茶杯无比沉重。起个洋气的名字。脸皮真厚，别这样。可不是嘛，皮埃尔和玛丽安娜他们终于见面了。皮埃尔，玛丽安娜，皮埃尔，玛丽安娜，皮埃尔，玛丽安娜，太好了，太感人了。不过就算是一样的故事，如果把名字改成田武座和刘子的话，就不会这么感人了吧。田武座，刘子，田武座，刘子，明明是同一张脸，但是这个问题吗？干嘛要把名字改成田武座和刘子呢？如果想要制造一种浪漫时尚的气氛，主人公就得起个外国名字才行啊。你这么说是对不起田武座和刘子，但如果主人公不叫皮埃尔和玛丽安娜，我们就不会这么感动了吧。真理，不仅年轻女性喜欢她，就是在老人和孩子中 Julie 也有很高的人气，相信她的新曲一定会再次带给我们快乐。 Julie 真是帅呀。哦，对了，这个 Julie 不是个日本人吗？哎，是这样的吗？ Julie 的名字叫泽田研二，真的是日本人哦。啊，说是叫 Julie， 我就以为肯定是个外国人呢。为什么要叫 Julie 呢？和他的名字没关系吗？你想啊，虽然你的名字叫桃子，但大家都叫你小丸子，一样的道理呀。啊，是这样。当然， Julie 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很不一样哦。你想，一说到 Julie 就会让人想到奶油点心果冻之类的，一说到小丸子就想到糯米团子馒头之类的。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不过要是问我更喜欢哪种，我还是更喜欢糯米团子馒头之类的。哎呀，我一吃洋点心这胃就不舒服。真是的，又不是在说你吃点心的事情。点心来了。蒸红薯啊。咱们家果然不会有泡芙蛋糕之类的洋点心呢。不过我最爱吃蒸红薯了。我也爱吃，我也爱吃。我开始吃了。我开始吃了。我说小丸子，你不吃吗？好，我决定了。怎么了，一惊一乍的？从今天起，我要换一个像 Julie 那样的名字。什么样的名字？起个不那么土气、有洋味儿、更时髦的名字让大家叫。改成什么才会不土气、有洋味儿、更时髦呢？丸子丸。瓦妮萨，瓦妮萨，丸子改成瓦妮萨，怎么样？瓦妮萨没什么特色呀，叫叫看，你们叫叫看。瓦妮萨，瓦妮，瓦妮，瓦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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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妮莎，这个名字不太好念呢。取个简单好念一点的呢？简单好念的，这也太随便了吧！你也设身处地为叫你的人考虑一下呀。知道了，起个容易叫的就是了。玛丽安娜，就叫玛丽安娜好了。玛丽安娜，玛丽安娜，
这个名字的确不土气，有洋味儿，更时髦啊，对吧？这个名字跟我很相称吧。大家都请叫我玛丽安娜，小鸟也都这样叫我吧。玛丽安娜，玛丽安娜，玛丽安娜，不行，这样就完全破坏了玛丽安娜的形象，不行，坚决反对。什么呀？明明很合适。恶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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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心的全身鸡皮疙瘩。干嘛把话说得这么绝啊？丸子啊，你还是叫丸子最好了。不嘛，要洋气的名字。不管你叫什么，就是不许叫玛丽安娜。换一个就是了吗？丸子，丸子，丸丸，嗯，丸丸丸丸。温迪。哎，温迪。嗯，昨天刚刚改的，以后请叫我的新名字哦。虽然觉得小丸子还是叫小丸子的好，但是他自己想叫 Wendy 的话，那也是没办法的。嗯，知道了。小玉，握手机会难得，要不你也换个洋气点的名字怎么样啊？哎，茱莉亚这个名字就不错。不错吗？小丸子，这名字虽然好，但是我我叫塔米，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叫茱莉亚吗？真是急死了。茱莉亚，茱莉亚，你怎么了，茱莉亚？没什么，小丸子。温迪，太好了！你不觉得我们换了名字之后，比从前更洋气、更时尚了吗，茱莉亚？真的吗，温迪？你们俩在这儿嘀咕什么呢？说什么温迪呀、茱莉亚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在说漫画吗？不。啊，来得正好，也跟你们说一声吧。现在开始，我改名叫 Wendy， 小玉叫 Julia， 请多多关照。那些洋名是指你们的不？小英，你是 Wendy。碎波是 Julia。这算什么？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好，请你们不要来影响我们很时髦的感觉。其实我也觉得时髦的感觉，那我就叫 James， 那我就叫 Michelle 不？你们叫 James 和 Michelle， 一点都不合适吧，茱莉亚？别忘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呢，小丸子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来一下，小丸子不在家吗？奇怪了，不是在吗？为什么叫你没反应？好讨厌啊，妈妈，你忘记了吗？我现在叫 Wendy， 不叫小丸子了。一码是一码，你至少应该给个反应嘛。那有什么事吗？就是因为有事才叫你的呀，想叫你帮忙出去买点东西。哎，那你干嘛不叫伊莎贝尔去？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伊莎贝尔，你来得正好。说什么？谁是伊莎贝尔？我给姐姐也起了一个外国名字，伊莎贝尔，请多关照。别自说自话给我起名字，要起的话也应该是 Sally、Elizabeth 这样更华丽的名字。姐姐就应该叫伊莎贝尔呀，形象完全符合嘛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是伊莎贝尔，还不赶快给我让开！真过分，真没有礼貌。有外国名字真好啊。你们都去掉了土气，换上了外国名字，不由得让我这个年迈的老头子觉得呆错了地方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也有适合爷爷的外国名字呀。有合适我的？爷爷就叫奥吉。奥吉听起来有点像王子。奥吉，我是个王子。蹦恰恰，蹦恰恰。蹦恰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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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。哎呀，爷爷成了王子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妈妈就叫朱菲吧。朱菲，朱菲，朱菲，朱菲猪。同学也都有外国名字了，小玉叫茱莉亚，冰淇叫詹姆斯，猪太郎叫 Michelle， 还有年子呢叫 Artemis。护川老师那叫 Tom。 够了够了，还不快去买东西。
真难伺候啊，人家好不容易才想出 Jewfrey， 妈妈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时尚的感觉。哎，茱莉亚！哎呀，茱莉亚，茱莉亚，茱莉亚，学完钢琴回来啦。嗯，竟然叫茱莉亚。那个，我想说，嗯，怎么？我还是想让大家像以前那样叫我小玉。再见。哎，小玉，说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 Wendy 吗？这个声音是 Wendy 不？啊 ，James， 你笑 ，Wendy 不？啊，我们是多么时尚啊！有个洋气的外国名字真是太好了。要 Wendy， Wendy 出来买东西啊不？嗯 ，James， 你笑 ，Michelle， 还有 James。妈妈，他叫 Wendy 真奇怪。什么呀，是日本人吗？不伦不类。叫什么呀，走开走开。你看我这个样子叫 Wendy 有什么不对？但是我肚子饿了 Michelle。 我想吃那种有味噌汤的泡饭不 James？ 那个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日本人就应该吃米饭，米歇尔。我们回家不 ，James？ 好的，米歇尔，再见 ，Wendy。Wendy， 拜拜吧。Wendy， 小丸子明白了，日本人还是该叫田武座、刘子这样的名字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一定很想模仿主人公的台词和打扮的，对吧？在看完被云朵邀请踏上旅途那部电影之后，小丸子也一定会变得很想去远方走走的吧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逍遥自在的爸爸，敬请期待哟。